大家好，这里是墨迹。今天呢，我们要回来玩马特莎娜的前戏。那我们这一次呢，要找一下真结局。那后来我就是这边试出光，就是最后一个存档点呐、啊。那我试出光之后呢，我又回到这个浴室，发现说这里居然有东西。好，对，就是这里有东西，我想应该就是真结局的关键吧。缝隙里好像有东西，可是手够不到。好的，这可以用吗？清洁霜，柄的部分好像能放进那个细缝，虽然有点脏，现在顾不得脏了。用这个清洁霜的柄捞出来的话，剪刀怎么会在这里？啊，应该是把头发剪了吧，变回真正的男人。我一直想把头发剪短，我终于看起来像个男孩子了吧？是不是还是有点像女生呢？不过只要长大的话，就能更加的堂堂正正的。好想长大，好想普通的作为男生活下去。虽然已经太迟了，因为我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毁了。啊，对啊，他把父母都……就这样的事情是第一次。除了不断地重复杀了家人、自杀这样的流程以外，是第一次。也许这之后会有什么改变吧？说不定有一天能从这个循环逃离出来。就算逃离出来，最后要去地狱也没关系，比起留在这里不断地把家人杀掉。今天该休息了。晚安，爸爸妈妈，莎夏。结束了啊！你家放这首歌害我觉得好难过，因为有人声的音乐，我就觉得很不错。哦，哎，这是他吗？依稀是这里吧，我的班级。对不起，你是这班的学生吗？是啊，太好了，我也是西班的，我叫做马特维。你的名字是罗拉。罗拉同学，那个今后请多多指教哦。虽然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指教的。哎，这里是 B 班教室，你跟我不同班哦。啊 ，C 班在那里。拜。真的，原来我弄错教室了。那个，谢谢你告诉我。虽然不同班，但是要是能当朋友就好了。所以他能以正常男生的身份生活，那他的父母呢？跟那个养女呢？就这样子死掉吗？其他音乐怎么有时候很大声？
问一下，你现在又还好？学校？没有。是什么？破怪辛苦了，感谢您游玩马特沙纳的前戏。这里是特点房间，可以在史观上、角色的简介介绍和戏剧图等等。因为其他结局里还没有看过的戏剧也能在这里看到，所以还请注意哦。可以欣赏游戏中的戏剧或是插图。哦，这是一开始的戏剧 1， 戏剧 2， 制作人员名单的插图，真结局的插图，设定图，形象图。哇，这张在游戏中没有出现了，所以我不晓得怎么回事。好吧，就这样。马特沙纳的父亲，意志力薄弱，什么都得听从妻子的安排的父亲。马特沙纳讨厌与自己相似的父亲，死后被分尸，下场最悲惨。夏夏，哦，是表妹。对啊，因为想说他叫他们叔叔阿姨。因为双亲亡故，所以被马特沙纳家领养。虽然有坏心眼的地方，但还是普通的女孩子，也太坏心眼了。母亲，一切的元凶，异常地执着于生养女儿。从领养沙夏开始，就完全对马特沙纳漠不关心了。所以他们三个就这样死掉，不用追查吗？16岁被当作女孩养育长大的男孩子，内心是男生，所以极度讨厌穿裙子和留长发，一切都是为了母亲才忍耐的。自从沙夏被家里领养，他渐渐地得不到母亲的关心，至今为止累积的不愉快终于爆发，最后导致他杀害了自己的家人，犯下如此残忍的行为。在学校被发现是男孩子的身份后，大家都对他以异样的眼光。马特维，哦，是转世，好，OK，我想说他不都死了，而且他不是也自杀了，还有吓到。马特沙纳的转世，切切实实地作为男孩子养育长大，只是有着女孩般的脸蛋，让他有些烦恼。虽然还是一样是个老实的孩子，但因为成长的环境不同，并没有像马特沙纳那样阴暗的个性，是个高中入学同时获得许多女性朋友是个高中入学的同时获得许多女性的，好，看不到，祝他幸福哦。罗拉，在游戏最后出现的冷淡的女高中生，感觉今后会成为马特维的好朋友。顺带一提，她是前作主角的妹妹。好，因为她所谓的前作我没有玩过，所以我不晓得。不过她最后转世了，而且能好好地生活，真的是非常不错的结局。虽然在马特沙纳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好悲哀的人生啊。天哪，好啦，那这款游戏呢其实也不太长。我本来后来找到真结局的关键之后，本来想说要把它剪辑在一起，那后来想想说还是算了，我们就是分开录。因为我那时候有稍微去找一下攻略，发现有特点房间，那我怕说时间太长嘛，所以就是把它分成两集。那结果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很长，应该差不多10分钟左右而已。那没关系，就先这样子啊。那这款游戏呢，我觉得还不错。那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就自行来下载试试看咯。那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里了，那我们下一个游戏再见咯，大家拜拜。